很吵的声音啊。
现在是小周末，好，那今天这个平台呢，是最近看到一个消息，是在中国这边呢，有个全国业余争霸赛，然后它分了好几个阶段，好，那上一个阶段是只要下个几盘就算晋级的吧，好，那现在到了第二个阶段叫入围赛，好，据说要下到前20名才有，好，那就利用上网的时间呢来赚积分。好，那目前可能碰到的对手实力就比较参差不齐一点。哦，红方刚刚截得一只马，哦，因为黑方那只马孤军深入了被打击到。哦，那现在红方正常只要稳扎稳打呢，获胜应该是时间的问题。浸泡可能会更好，哦，不过想说刚刚已经点了这个码就筹码好了。这期黑方还想反扑，一天能够下个几盘，因为大家要前所有的前20名才能进去，而且网路上去做海选其实具体怎么样不清楚，因为可能不能排除有人会用机器去下，好，那只是说借这个时间呢也在网路上这个下棋，好，然后也看看能不能有这个运气不错的话呢可以去杭州比赛，好，他的第三阶段就是去杭州呢面对面去下。好，打算晾衣服哦，好吧，对不起啊。要么要
等一下，先对一个居，先说它的范围。我这个居位置已经不错了。将来比较好跳嘛，哦，为了将来要跳嘛，要把它抓的话，马可以往前跑，哦，不出所料，它退到这边来，哦，退到这边来，它车还是有受到一定的限制。是这样下的，哦，红方我最近这个飞象局，然后他跳马，哦，然后点兵，哦，然后他走成这个四角炮，飞象就什么意思呢？那红方就一步一步推进吧，啊，利用人多欺负人少呢，就想把棋子往前扑，啊，站到一个比较好的位置。这个飞象大概是待会想要平过来，哦，希望有车双炮的攻杀。这个炮待会再往前塞，哦，不要让这个炮放出来的话呢，基本上这边进攻上面来说它是比较困难的。进王也可以考虑。想把逼他上象以后呢，再进炮，开始组织反攻。刚好进来。之后呢，小心对方的反扑，哦，然后争取多个兵啊，或者破个象什么的，哦，现在除了多子以外，因为还有一个大中，还有一个中兵，所以他还没合干净，哦，那他如果想要合齐的话，就要寄望在他能够组织出攻势，哦，或者是这个组呢，慢慢的靠到定位来，哦，目前来说，这两个条件都比较不现实，哦，因为他进攻不太好进攻，哦，然后他这个组要过河也不容易。那我抓这个马是有点啰嗦，再把它守住。好，当实战我选择跳边马。好，那这样子呢稍微有点不协调，因为象在这边没有办法保护到这个马。但是要考虑到这个炮的机动性，也可以考虑调整嘛，实战我是调边嘛，果然齐合。
助他。待会将来有机会在泡瓜中组织一个铁门栓。对方下载还蛮顽强的。有没有先弃后取呢？我炮挂中，他打，他打，我退一步抓他的炮。他闪开来，我歪网，稍微算一下，哎，时间也不多了，平炮他吃，他过来。向下有一点冒险，我们说引起不闹事，但是算考考自己的算度吧。平炮打马，退炮挡住他，炮走开歪王，虚兵，虚兵还有一个对头兵，应该是够赢的。下等于把胜负呢都放在这一手了，好，不然刚刚稳健一点退炮也可以，跳马也可以。他如果要切残局的话，车吃炮，炮打马，这个要用炮四将拳手和车兵，因为他炮位置差，而且我这边还有个对头兵他没清掉，所以他这个棋离合棋呢也没办法合棋。这样子是算是一个先弃后取，哦，他这个炮口开一歪完就变铁门栓了。好，刚刚大概是这样的下子。好，主阵铁门栓，那他这个必定要砍炮了。我的网路连到中国这边的网络呢会比较那个。刚刚还有一盘是摸这个点这个棋子呢他却走不了。哦，有一盘棋我已经得子了，就要得那个多的那个子要摸呢摸不了。稍微忍痛放弃呢就别人给他追回一个子，然后后面才用别的方式赢了。哦，所以这个平台我觉得怪怪的。想吃到这个，想把这个兵吃掉，但是这个车一进就守住了。好，正常情况下炮四象全可以守和车兵，好，但是他这个对头兵他没有办法清得掉。只要这个卒被消灭啊，变成红方车双兵的话就没有悬念了。四象全可以守和车兵，啊，因为一个兵换掉一个炮的话呢，单车没办法赢四象全。好，对方投降了，好，再下一盘。他这个也不知道有没有哪边可以显示，好，他这边写入围赛选手每一期选二十个，叫9月17，啊，今天9月8号到9月17一个礼拜。又是我先，
风炮。好，又是跳一个无根编码。好，那这种无根编码虽然在局部比较不协调，但是它的炮的机动性比较强。哦，这个走法比较怪。那这样孤军深入，在理论上应该是不是很好的，但是要去怎么抓他呢？直接炮打感觉少了一点味道，退炮的话呢可以考虑，但是有可能他会进炮再穿下来，或者他直接退车，这下法比较怪异一点。还是直接就退个象算。10, 9, 8, 7, 6, 5, 4, 3, 2, 1, 他这边好 boost。上要退象感觉亏了两千，好，但是黑方他这个车比较频繁一点，好，我上退象的目的是为了要跳起这个阵嘛，好，因为如果这个象不动的话，跳马他这个是有机会吃到这个马，所以我刚当时在考虑的是阵型这样的安排。好，反正他居躲到边边也还发挥不了积极的作用，那将来要退也就退到这边来，所以他就走1、2、3、4，他走了四步呢只有大概两步，也就是巡回车的效力，所以红方呢上象退象呢也就还给他就算了。好，而且他吃完这个兵呢，虽然兵被吃了，但是将来这个马活的速度就快了，这就是当时的考量。退了，看起来将来准备要对赌。我们来遏制他的意图啊！他如果到时候用车吃呢，可以打穿他。双方暂时对峙中，严阵以待，不过以阵型的合理度来说，看起来红方还可以接受。
下来可能会考虑炮打族捞一个实惠，或者是平炮拉住他哦。不过平炮的话，将来可能就出局了。也可以考虑哦，平炮以后车再停过来，再进两步，然后再吃它。哦，渗透它这只马。哎，这个走法，意图帮他的马生根，但是感觉有点矮板，而且这样也不怕他出子车了。他看起来将来想要退炮，想要往这个路硬拱了。先把瞄住吧，到时候红车也可以开出来。果然推炮，我们现在考虑出车或者是炮打毒。这个马也可以崩出去了。当然有一个机会可以冲出去，所以是炮打猪。出车他平炮以后，红方有没有什么手段？暂时看不出来，是不是炮打猪比较实惠呢？他在不理呢，可能那个炮在打这个卒啊，就这条线呢就强化了。他现在比较看起来比较可能会平炮啊，他抓炮的话，我可以跟他单对局，或我直接把他吃了，看起来也不坏。要把他吃了吗？对敌重重。对，好，想跟他对狙，好，因为炮发出来以后呢，能量又释放了，好，没有什么味道，将来也许有机会用马吃，想跟他对个狙，然后到时候他逼他开出来，开狙开出来，然后这个马还是被炮压着。黑方应该会出车，出车红方来顺势跳嘛。这样子，他两条线。这个三路七路呢都有压力。哎，退马这手就他受不了这个压力，所以他先退。不过这手走得挺华丽的，先退。
想高个狙、哦、如果直接踩东边，他也许会浸泡，被动交换让这个马崩出来，直接吃足也可以考虑，但是感觉少了点味道。好，这个足可以留给炮车或马车都可以。他果然选择这样的跳，那我可能就这样吃的。先冲再跟他对狙，这样好一点点。那我直接吃掉他中兵好不好呢？直接吃掉感觉没什么不满，他的炮能腾挪到哪边？看起来也腾挪不到哪里。一二三四，多了两只。节节败退中，他待会有个狙平中的棋，但是我应该不会给他这个机会。那是不是兵可以先冲呢？把他拦住，然后调整一下形态。先冲再讲，挡住他的车，好像有一些奇怪的棋。要马可不可以跳进去？时间要用得很快。是的话，我可能炮将用城里炮把他的马拉住，还是有潜伏的攻势。这个死太多人了。
且边吃又边杀。有大肉掌，看不懂啊，这个。不知道排名怎么样？哎，这边有是不是？啊，我是女生啊，我怎么被排女生的？入围赛 ID 比赛房间。WXP 看一下啊，现在目前最高的今天是比赛第一天吧，有34分的，这个34分你赢了17盘，除非69分的，哇 94.29 下了35盘，这个如果不是用电脑的话呢，这个除非整天耗在这里，零分的蛮多的，18分，这个要进前20名，这个可能也要看造化了，因为可能也许有些人有用工具吧。好，我们再下一盘好了。为什么都是我拿红的？风炮，通常会爬巡河区吧，走这个族，他这个马可能就被压制住。哦，不过他这个四角炮呢有潜在的牵制哦，因为 A 八红猫飞了象以后呢，这个先手平衡马这个炮放在搁在这个四角，做一个打串的棋什么的啊，限制到红方双马的活动，哦，双马跟炮的活动，这个炮也不能随便走开。进炮，那现在底将有点问题，刚好瞄着这个兵。
那刚好打不是牵手挺大的吗？这样子红帮的先走感觉有点扩大了。还是齐合，齐合好像不错。进来的，这个不是有点虚吗？可以跳这里，也可以跳这里。跳这里的话，他打什么算盘？跳这边他打一将，真的是还是要打车，他只能退到这边来。这个怎么交换都是红的好啊。跳出去他直接退两个，那他这个进去就没有什么意义，而且这个一踩下去攻势也有，又踩又咬到狙，这其实黑方留了太多断点，有的时候你急着去攻击对方的时候呢，自己会出现很多的弱点啊，所以说通常是安内在攘外，这又送了一个狙了。这个界面还不是很熟悉，今天就讲到这边吧，剩下看看现在这个游戏规则是怎么弄的。当前排名为63名，这也有可能在比最后截止日期突然就有人灌分了，网络上的东西就可能要随缘了。
好，那今天就分享到这边。好，那今天的对手相对来说比较可能比较那个麒麟还没有很久吧，就是有些棋形的概念呢还不完全很清楚，那而且中间又有漏着，就赢得比较快了。好，那么我们下次见，好，拜拜。